跟我的发色好配哦。哎，我就喜欢的是这种偏紫一点的。我回来了，哎呦！晚上好呀，对，录完了，只是录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东西。小样子可爱。可能25号那天会有东，会有那个表演，嗯。香。嗯哼。不是你们。晚上好呀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就感觉那个你们还聊到一半，然后我就去忙了，嗯，所以赶紧回来再跟你们聊一下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你困了就去休息吧，嗯，不用撑着，反正也就是随便聊聊了。我聊个话说吧，就是有那种下完公演要。哦，谢谢林叶三的蹦迪，就是下完公演要例行跟大家见个面这样子的一个习惯。梦游的你，那你就梦游着吧，等会儿就是梦游着梦游着不就晕了，你就晕了。下周一27号要中考了，希望你中考加油。什么叫例行公事？我是说，嗯，习惯。习惯是很可怕的东西，如果有一天突然我下直播下公演没有跟你们聊天，我就会觉得哎呀缺少了一个什么东西。谢谢零二三的荧光海。嗯，我没有在卖萌啊，我哪有在卖萌，我是帅哥，我不卖萌，我是帅帅帅的帅哥，我不卖萌。啊，痛痛，我的脚，我的嘴好痛啊！啊，对对对，就前摇了一下，可以叫吗？哦，我可没有拒绝，怎么可以对，怎么可以对美女说拒绝呢？天哪，我好油麦啊，笑死了！嗯，今天晚上喷点西瓜酸。倒也不，倒也没有人知道要吃这种甜点。半个小时也不算哦，我好像去了半个小时吧。我摔的那下还痛吗？不痛不痛，我用脚，我用手就是撑住了，不痛不痛。其实我摔的那下是因为我的脚趾头本来就很痛，然后没有撑住了，一下没有撑住，不痛不痛，嗯。我很聪明的用手撑住了。你不懂吗？就是我们你回看了好多遍，那我撑住了没啊？反正那会儿下地的时候不痛，嗯。再痛也没有我的脚趾头痛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脚趾头那么痛。我觉得可能是鞋子太硬了，对，就是换季的鞋子有点硬，穿的，而且垫了一点内增高之后就会痛。这链子本来就是带。要是真的有事的话，我晚上我后面那几场几首歌就上不了了。晚上好，小狸猫。对 ，Coco。是双响炮，嗯，双响炮。本来我刚刚想要点一个海底捞外卖的，点完之后想晚上等我下完直播就吃，但感觉不是很能吃得下去，我不知道为啥，现在有点稍微有点腻，没点，反正我没有自嗨锅，等会我饿了我就去吃点自嗨锅啥的吧。好，明天要上学，晚安晚安。明天周几啊？周一吗？想我，你晚上看幻境没？看幻境可以解除思念，对吧？嗯，就是看幻境可以解除你们对我的思念。的是基本上是一身黑，果然还是得有公演，有公演的，有公演还是比较快乐。你晚上再去隔离的路上，甩的脸上，那我不甩。口腔溃疡滋滋还哭，那怎么办呢？口腔溃疡也要吃东西，我也不知道口腔溃疡吃什么会比较好。嗯，就是以毒攻毒，把那个口腔溃疡烫破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前段时间不是这里个嘴巴里长那个，不是这个长那个口腔溃疡，是舌头。说实话，我以前很喜欢买香蕉。你不知道，舌头上长了口腔溃疡，然后。哇，吃东西更痛，就是长在这儿还不痛，长在那里舌头上，就是你吃什么东西都会被你的舌头碰到。我好火，我是不是火上太大了？嗯，口腔溃疡是缺少 B 族维生素了， B 族要补什么？
要吃什么还能够补维生素 B 呢？对，上火啦，最近上火啦，要早点睡觉嘞。是郭富城的什么？就要早点睡觉才能够补那个。明天后天有空的话，就给你们直播唱歌。我感觉好久没有给你们直播唱歌了，都是聊天。那我要买那个维生素 B 的那种片去吃吗？那有没有什么水果就是维生素 B 的？但我还没学会。没有啊，你可以蹭别人的呀。谢谢。吃点。那我还是得吃点维生素片了。蔬菜水果，我妈妈她要给我维生素 B 二特别便宜，所以我打算先喝个中药试试。哦，你吃水果吃几斤不一定能起作用，真的起不了作用吗？买一点维生素好吧。我只知道平时要多吃维 C， 但我不知道还要维 B， 还有什么什么这么麻烦。晚上好。水果含量太少了。那水果吃来干嘛呢？就是解馋吗？水果是用来解馋的吗？但有的中药就是没什么味道，中药就是吸收有点慢。哦，那水果吃来干嘛的呢？补水的呀。 OK fine。 看来大人们老人都说要多吃水果，说特别的补什么，这个补这个补这个，看来没啥用，但是它比吃肉食要健康。你作为一个 Chinese， 我今天跟你们说我今天吃的什么，我今天吃的冬阴功麻辣烫，我觉得还蛮好吃的，我觉得下次我去剧场还会再点一次。这是那种泰国的麻辣烫，就是那个汤是冬阴功的。哦，有些人吃不习惯冬阴功的，我吃的好喜欢呀。哦，吃干蛋牛奶，你刚吃完你还抢，我都没吃呢。听上去不错，对，香茅我不知道是什么，不知道是什么，只知道它是冬阴功的汤，然后有都是麻辣烫。对，今天吃的很满足，但是我吃完之后彩排下来我就饿晕了，我又炫了一个土豆饭，整个土豆饭都炫完了，还吃了两个颗颗的小笼包。中午他早上点的还是中午点的？他发誓猜不出来你是谁。那我不猜了，我猜不出来不猜了，你自己主动报上名号来。我们那边你知道吗，有马来西亚泰国混血，就是那种专门开饭量不错。对，因为你知道吗，换境非常非常需要体力，幻境治疗一切的吃不下去，治疗一切吃不下去，就是你要不吃饭上去就会晕倒，就会直接晕倒。啥时候来上海吃啊？上海现在不能来，最好别来了。有的凉茶还可以，有的凉茶录音这么快，对，只是补了个东西，叫幻境。好听吗？范进能来出不去，来了就出不去了啊。但我很快乐，今天就是有公演，觉得自己有点用。对，也是那种中药，觉得自己在传递快乐的能量，然后 NC 也在传递快乐的能量。有时候会在谢谢铁锅炖会的荧光海，就是因为太久没有跳幻境了，其实这套公演们都很喜欢，只是说太累了。下次可以看看 VR 真的对着我的站位有吗？我总觉得 VR 是在我们舞台的左边，我的站位好多在右边啊，有看到我吗？两边都有吗？两边都有啊，这么大东西在那边都没看。那我只盯着左边的 VR 看，那左边的 VR 可有福气了，可有福气了，我只盯了左边，因为我以为只有左边有。那你之前下半年去学校什么？右边的我就没有看过它。我这没看。
呀？我看了呀，我看了左边的，我以为有左边的 VR， 然后我就一直看到左边的。我以为我其实有看到三台，但我以为那两个没开。我的左边，你们的右边，对。我明天想要出去拍东西了，但我有点害怕，希望明天不要下雨。哦，明天陪你去那个拍东西，你陪我去验光。近视眼干啥？我明天找的会不会？你要跟我一起去吗？那你去吧，不去了。那我不去了。那我也自己去验光好了，反正你有慧慧陪着嘛，我就自己去验光啦。谢谢翔哥的荧光棒，换回来什么？不是威亚吗？哦，你换号了。没事，其实我觉得嘴巴很快就能好的。我觉得嘴巴就是那种，明天下雨哦。你接下来一周报告都有雨，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又下雨啊？最近老下雨。没事，很快就能好的，我的嘴很快就能好。我最讨厌下雨了，嗯，因为下雨就是特别湿，然后外面就一直那个啥。河南再不下雨，你们是那边没有雨是吗？干的，太干了。怎么今天是三号小狗？这个头像是你吗？有趣啊，不是那个头像是翔哥，我还以为这只狗是你呢。你看，他叫不想听。刚刷到北京俏木鱼。翔哥他说你的狗头丑，搜了舞台。他说你的狗头丑，在瘦的路上。敲到北，刚刷到北京敲木鱼，看公演的大哥去广州被 staff 盯了，没敲上哦。就是他想在公演上敲吗？我还记得以前我们有那种波浪鼓呢，那种嘟嘟嘟嘟嘟的波浪鼓。你这修狗多可爱。今天晚上这么晚了，还好多人在呀、啊。怎么会这样？好多人在呀、啊。怎么回事？明天不是周一吗？你们都在哦。谢谢保安的蹦迪。一年就是跳舞人世，看幻境都续了命。放暑假了吗？什么时候放暑假？明天没课，明天周一居然没课。看完公演嗨着呢，睡不着，开心看回放，然后再多看几遍，那也都得开，再多看几遍，开心。威亚真的有那么神奇吗？我都很少回看威亚，我都不知道威亚什么样子的。声音哦，声音也会不一样啊。饿了，我不知道我要吃啥，我现在。非常的，我要不知道吃啥。怎么报菜名这么多呀？哦，跟剧场一样，震耳欲聋。那今天你们更要震耳欲聋，因为我们今天特别的开麦克的特别大，特别的吵。把你煮了给小爱煮醒，小爱不吃小猫猫。不吃小猫猫，不吃小狗狗哦。柯老师在吗？柯老师。
等我等我我要回去看一下，就是 VR 的声音是什么样子。我觉得应该很吵很吵，没有想到，因为我们今天特别的特别的大声，对，今天麦开很大，这个下载量环绕着整个。以前还有就是以前有人就是台下有人的时候，他们还跟我们互相那个互相真谁的声音大，比如我们在台上唱，下面的人在台上喊，在台下喊，就互相有那种博弈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没有人跟我们博弈，就我们自己的声音回荡在整个剧场。大家的入坑方式就是千真的千奇百怪于的。平时我们都会被你们的声音盖到，根本就听不见音乐。你们的声音比我们的声音要大很多，毕竟我们16个，你们300个，你们300个，我们只有16个。虽然我们是有话筒的，怎么流鼻涕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有点鼻炎吧。我说实话，今天不知道跳哪个舞蹈的时候给了自己一巴掌，可能有那个鼻炎吧。抓抓自己的鼻子。而且我记得跳破碎的时候，我一脚踩下去，就是脚往前踩了一下，然后整个人往后。今天头发没有做好、哦就是、其实我觉得今天的头发，因为我头发掉色了，没有那么红了，然后我觉得上镜有点闷，就没有那么亮眼。怎么办呢？然后就是整个人往后仰，就我感觉这个头发掉的有点闷了，这个颜色不鲜亮了。没办法，你们在16个人一眼就能看到我了。每次我觉得这里都很尴尬，就是我站在他们3个人后面。你们那是带了几层滤镜，你知道吗？你们是带了几层滤镜看我？尴尬不是礼貌的。真假的？没不真的假的？我就看了一眼，好像有点闷，这个颜色不太亮。闷早了，就是说感觉不太亮，没有那种没有平时那个金头发那么好找。我还以为红头发也很好找。那个时候在就是镜头。你很客观。我以为是牵着绳子。两条腿都好痛啊，不知道为啥。就现在两条腿的小腿，还有那个脚踝，还有脚趾头都很痛，感觉像两条腿跳断了一样。像跳断了一样，之前头发挂了一条条亮亮的是啥叫发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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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神什么的，我忘了那个叫啥，发神还是挂一下变亮。行，我下次带。主要是我卷了卷发，然后那个发绳是不能卷的，它很直，你知道吗？它很直，困得打字都慢了。我真羡慕，就是12点之前能困，不过可能也是平时早上太早了。其实我今天早上也特别早，早上，7点去做核酸，做完之后11点出发的，中间又睡了2个小时。都不用我来说，我房间等会就有人来催你去。跟你一样哦。看我疑惑的眼神。还不知道下周应该没有公演，没有我们的公演吧？下周应该是，感觉应该下周没有。换金真的是一会儿来一点，一会儿来一点，一会儿来一点。那快去学习哦！是不是？就一下下给你们来一点，一下下给你们来一点。可以休息一下。那下周看看能不能有，下周，隔周来一场哦。其实我们把幻境都已经就是重新复习完之后就没有压力了。前两天特别压力特别大，我们一首歌要扣一个多小时，一首歌扣一个小时。这个人的理由出道首演，不要给我提这个。Made World 是什么东西？我觉得，哎。
今天跳着跳着，今天我在台上跳舞，跳完之后脑海里浮现了一句话，就是人总会在一段时间不被任何人看到，人总是会有黑暗的时刻，大家都看不到你。突然想到一句这样子的话，就是你明明站在很靠前的位置，然后但是就是讨论你的人就是变少了，然后看到你人就是变少了，就是因为没有话题。对，就是明明你站在很前的位置，然后也很容易，就是也很活跃，也很努力，也很拼，但是就是总是不会有人提到你，有人别人就是总是会熬到这样子的一个黑暗的时刻。对，就是好像每个小偶像都会经历过这样子一段时间吧，就是好像那段时间不管你怎么，就是说实话，就是那如果是经历这段时间，你不管怎么挣扎，你不管怎么努力，你不管怎么发光，就是大家就是会选择性的看不到你。微博的文案看起来很不错的，我觉得这种东西是有点命运的东西在吧。这个人怎么没写理由啊，人嘛，生活嘛，熬过去就好了。只要你一直持续的发光，只要你一直持续的在、在努力，这微博的文案看起来很不错呀。Dream is always, 当然会失败没关系，被我的文化所吸引。是吗？就今天跳着跳着，可能也就给一些歌词也特别的那啥吧，然后我就突然想到了这句，因为我在台上非常努力的在跳，太贴脸了。对，抽签，还有抽签，都是很偶然的。好的哟，其实就在这个时候，你们大家都还在陪我，其实。也不算太糟糕了，对，也不算太糟糕了，还是有很多人在看我的。有空出去逛逛。我明天出去逛逛。跟口袋 ID 是一样的吗？明天去验光，去按摩嘞，然后去吃饭。你刚刚不是说你是看火柴梗吗？你证明有人天天为我发疯。我感受到了。是我这儿感受到了。火柴梗就一个人，是这么说的。噔噔噔噔噔，你刚刚自己说的呀。吃点好吃的补充能量，对。不过最近有什么店开着吗？是不是吃不了汤食？觉得哇，好可爱，奶瓜。不好吃，圆物。谢谢小紫的蹦迪。不知道几点呢？不知道几点下呢？我看看。可以堂食了吗？不是说，哎，听说20号以后好像就基本可以，但现在好像基本都不行。大家，我是看到有人说20号以后可以，但是我不知道20号以前，现在是几号？20号了吗？公示照。今天是19号，过了两分钟就是20号了。理论上不行的，很多小店。买点东西还得蹲在路边吃，我已经经历过这好几次，都是买东西之后在路边吃了。刚刚有点表情，有点丑。上周可以了几天，然后这周又不行了。这边疫情，你在哪个区啊？你在哪个区啊？昨天还有人来跟我握手，他在隔离期间，他说他不小心阳了，他在隔离区。吉林省那边也疫情起来了，听说北京最近也是，昨天也收到了一个翻牌，说他在北京那边被封住了，全露天的摊子。虹口、浦东都找不到点吃饭，
没事，我明天去看看吧。嗯，不行的话我就买了在路边吃。怎么说也是就是吃这口饭懂吗？在外面露天吃不一定有弹食安全。嗯，可是露天可能就大家比较分散吧，不会在一个地方。嗯，像上次我跟天天匆匆就坐在人家台阶上吃汉堡。手叫蹲在人家理发店门口，正好还是那个 TT， 就是飞船失事 TZT。 我在想只要没有人认识我就行。嗯，没有人认识我，我就是我就经常我就去吃那个，我是左手一个臭豆腐，右手一个鱿鱼年糕。嗯，就坐在人家门口，然后不小心那个臭豆腐掉在人家给我放的椅子上，那个椅子还是布的，然后我就好尴尬，我天哪，怎么办？我身上没带纸，我就在那儿躲躲藏藏，鬼鬼祟祟，我真的是躲躲藏藏又鬼鬼祟祟。嗨，晚上好。十二点吧，又是崭新的一天。把人家的那个布的那种。椅子给沾上臭豆腐的臭味了。对，对，然后我就躲进去，我就早跑进去里面，偷偷拿了几张纸，赶紧给它擦半天。今天没有要唱歌。刚开始我在吃的时候，那个店主就一直出来跟我聊天，一直跟我聊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：“你看我这个红头发站在你门口，像不像给你推销的？”然后他就一直问我头发在哪里染的什么的。对，我昨天直播到今天啊，跨了个年，又陪你们从昨天到今天，甜不甜？不到十分吧，我看大家其实都挺困的嘛，不到十分吧。嗯，那明天有时间就给你们唱歌，不过明天就不化妆了，素颜，因为后天又有事。因为要拍私服生写，说实话到现在都没有想好是哦私服生写，然后我想好了穿那个古装，对，然后又后天大后天23号好像也有事。哦，不是25号，不是22还是21，我忘了，反正就是后面那几天每一天除了明天没事，后面每一天都有事到25，吃了比较少。我感觉大家都挺忙的，好哦，嗯，反正都挺忙的，后面每天都有事，而且每天都要化妆。嘟嘟嘟，应该不会再说了吧？会不想化妆了，每天化妆。我今天晚上真的好多人。好多陌生的 ID 出现，大家真的是今天晚上很活跃。嗯，厉害吧。一般我提前一个小时化妆吧，提前一个小时化妆，对。冷光的热爱什么哒哒哒哒出来。嗯，你忙着。他们说话就是这样子看，就是还是感觉很舒服，直接肉会挤出来。所以拍照的时候，我们要不能让手臂贴着。你讨厌卸妆？我最近发现了一款卸妆油，忘记它叫什么名字了，是老刘。疫情期间我没有卸妆油，他借给我的一瓶卸妆油。然后那个卸妆油就是我的脸都不用打湿，直接就是挤了几泵在自己的脸这手里，然后这样搓完之后在脸上按摩，按完之后直接黄色的，然后就挤完之后整个脸就卸完了，然后拿那个卸妆巾把那个脸上的那个多余的擦掉，然后再用一些水乳化，不是，然后再搓就全部干净了。对，其实最难卸的是 Kiss Me 的眼睫毛，其他的都很好卸，好好卸。然后我再用那个洗面奶直接洗脸就干净了。嗯，就是
卸妆的时候没有，其实没有那么麻烦，不需要拿那种什么卸妆巾，然后挤上卸妆油去擦，就直接就这样子揉，把它一些东西揉下来。我妈呀！因为擦完之后会让你的眼睛受损，就是还是用手揉会比较温和一些。不知道有没有发红，我最近都没看。需要反复细品。哦，父亲节你们昨天有没有送你们爸爸什么礼物啊？有没有送你们爸爸什么礼物啊？什么剃须刀啊，洗面奶啊？哇，我这个卧蚕怎么这么明显？发红包。好不合理。被骂了。骂你乱花钱。我以前还是烟熏妆的。那你们爸爸收你们的红包了没有啊？没有，送了个大惊喜，说跟他说我要把他的镜头带走。你爸爸也拍照吗？就是拍，也用相机吗？你说爸爸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我看上你的镜头了。为什么呢？我感觉就是没话卧蚕。忙着打麻将没理你。你父亲听。挺有自己的生活的哈，送香烟，喜欢拍鸟。那叔叔也挺有闲情逸致的，挺有闲情逸致的。昨天你爸爸拿了金华火腿。我就给我姑姑发红包，然后他给我爸爸，让他今天加餐，昨天加餐，对，看着都饱了。今天刘海，我看了今天的反图，好帅呀，看了今天上班的反图，觉得哇，好帅呀。吃烧烤，买蛋糕，还买了榴莲。说到榴莲，我就想起了流鼻血。是因为我讲 MC 一的时候，就是一直眼带笑意，好痛啊！我的嘴嘴，我嘴巴怎么那么痛啊？天哪！笑死！因为很开心，我的白糖真的有用吗？我觉得那个白糖啊，大家好，晒在溃疡上面不会更痛吗？就是。口腔溃疡唱歌不会唱吗？不会痛，说话比较痛，不知道为啥。口腔溃疡唱歌不痛，但是西瓜霜有用。行，我等会儿点个叮当快药，买个西瓜霜喷喷。太大颗了，主要是这个溃疡，涂了就好。哦，是我口腔溃疡只涂了一次那个舌头，我的牙，我的嘴巴就好了，我的溃疡就好掉了。欢迎新来的朋友来到我的直播间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上关注哦。Can you see me now? Can you see me now? Right? 谢谢方茄鱼的巧克力。因为我你知道吗？我为什么说一对一对？我当时想，我说拒绝黄赌毒，我在想黄。对，我录音结束了，我只是录一小段东西而已，后面加的东西。谢谢 KV 的秋天的奶茶。一个大停顿，拒绝毒品。谢谢晨曦的巧克力。你这两天，我两颗嘴，我两颗溃疡长在了一起，就是这上面长了这样一颗，然后上面长了一颗，就是同一边同一个数。大哥，我一二首的时候忘记带真麦了，但是我很努力的唱，然后第二三首的时候才开麦。一二三的时候，一二首的时候那个麦它是假麦，我忘记带真麦了，带错了。但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，我就没换。真的，很白瞎我唱那么大声。把这个深海之森开启。继承着对。继承着破碎的世界。没有什么必要。有你的召唤，星火不灭。用力的呼唤，勇敢依然。每次在里面有点像那种蝉，拿盐搓，听起来就好痛啊！听起来就好痛啊！
让他自己好吧，差点习惯上让他自生自灭吧。反正平时不直播的时候我也不说话。大家都是土方嘛，大家都是土方嘛，有时候爸爸妈妈可能就会，就比如说抹糖啊抹盐啊，像我小时候感冒我还吃香灰呢。这些都是那个爸爸妈妈的土方法。我小时候感冒，我奶奶给我吃香灰，那个香灰就是神庙前面烧的香，冲水喝。嗯，水土不服，我姑让我喝那个地上的那个土那个水。维生素 C 粘成粉撒上去，第二天就好了。其实口腔溃疡不久了，马上就会好的，没事，就是今天痛而已。但是你们不知道有没有一种习惯，就是他越痛你越想让他痛，就是我这个溃疡长在那儿，他越痛我越喜欢去咬他。我之前舌头上长了一个特别大的痛，特别痛，然后我都特别用我的牙齿老是去咬他。我想想，痛到特别痛的时候就没有，就不痛了。我都心想痛到完全不痛就不痛了，对，没有这种毛病。好啦，十分了，我打算下，就像你们被蚊子咬了喜欢在上面按两个十字一样。哎嘿，我不抠伤口，因为我怕留疤，所以我的腿上基本没有什么疤。好啦，下直播啦，大家早点睡觉，明天不出意外，可能今天不出意外可能还会再见。大家早点休息，然后今天有公演特别的开心。拜拜。